这首歌原来的歌词是我甲江辉写的呢。哦，是哦，嗯、歌词含伊做一下呀。但是阮写的歌词，迄阵在审查无过，嘿嘿，拍摄无过。哦，伊阵在审查，伤过悲哀。啊、太逼，因为曲是我的曲嘛，那江蕙他会写词，他就帮我写了一个词，他前面就唱讲，珠泪点点流不离，思念拢困伊，真的很悲。那那个时候台语歌都要审查，所以没有通过啊。啊，为什么你们两个会唱会？谱出那么悲的词，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旋律听起来就很悲哀啊，所以他先提笔的嘛啊，所以就下来夸书，真正有较悲啦，但是很有感情啊，哦，有感情。但是以前假如很多歌没有审查，赵红啊，英雄的歌声，大家拢一定啊想要去欣赏，那啊，你有一条歌，大家嘛是安尼家喻户晓，或者慢仙头，慢仙头，今天也当够大家欣赏的，哦，好，太好了。行到溪边，找无伊一个，听着水流声，饮阮心内的怨气，当初不应该来误会。实在是亲像分过月，甘愿相逢的机会。啊，阮的亲像靠边天顶的仙桃，想要咱也永远难袂着。亲像靠边天顶的仙桃，想要万年永远难袂着。呀，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颖宏哈，是，我做主持人嘛哈，总可以有一点小小的特权哈。哦，特权，我会使给你点歌，我里面点歌，因为太爱听你的歌咧，唱得无卡拉 OK 呢。不，我清唱我的天。哦，赞啦！清唱我的天。呀呀呀呀！惊准人的爱，会当跟我清唱一条。哦，惊准人的爱。对。哦，你爱听这条歌，你嘛迄阵做少年呢，对不？呀，十九岁唱的。十九岁唱嘛吼。十九岁。对对，因为就是这首歌超好听的。讲到这个，又有一个插曲。这首歌原来的歌词是我甲江辉写的呢。哦，是哦。歌词含伊做一下呀。但是阮写的歌词，迄阵在审查无过，嘿嘿，拍摄无过。哦，伊阵在审查。伤过悲哀，啊，太悲。因为曲是我的曲嘛，那江蕙他会写词，他就帮我写了一个词。他前面就唱讲，珠泪点点流不离，思念拢困伊。哦，欠欠你花坐椅。
紧紧来世再作对，作悲哀。哦，啊，你唱了还过会记诶？会啊，阮到底写哪会记？啊，因为这歌词无几字啊。哦。啊，佫有看囝呢，有生囝呢。看囝面色带青，心肝像占位。哦，太好听了，太好听了。不过是真的蛮悲的，真的很悲。那那个时候台语歌都要审查，对，所以没有通过啊。啊，为什么你们两个会唱会谱出那么悲的词？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旋律听起来就很悲哀啊，所以他先提笔的嘛啊，所以就下来夸说，真正有较悲啦，对，但是很有感情啊，哦，有感情。但是以前假如很多歌没有审查，造红啊，嗯嗯嗯。但是那阵就是唱片公司嘛，感觉讲这么好的旋律无出来拍歌可惜，嗯，所以黄明老师讲好了，无我来写书，嗯，所以再把它写成《惊准人的爱》。哦，好，恁两个已经写到有惊了，对吧？你有想到吼？对对对，有惊有惊。啊，迄头拄啊，迄是原版的嘛？原版不准播的原版嘛？你当版无要紧啊，迄版权的我甲伊身上啊。对，我想哎，后面正常版可以唱一下吗？哦，你要唱正常版的吗？每日生活在大海，行船走天涯，想起故乡我的心爱，寂寞在心内。哪通寂寞在心内，提出勇气来，虽然这是遥远的爱，总是爱忍耐，千辛万苦走遍四海，也是为将来。你的歌声啊，不只是现在哦，对，疗愈人心，跟大家陪伴哦。对，我爸你要马过去，听得吗？因为现在是那个啊，那个云端时代，真的，你的歌都一直在。真的，我也这样觉得，yeah. 所以我会继续唱下去。大家爱认真，把身体保养好， yeah. 爱听话，认真为。是是是，对对对。Yeah.